大家说我很爱钱，其实不是，我是爱工作。当然没有钱也是不行的、啊。其实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账号给你们的厂商。我那时候还知道，原来他很少讲话，是因为他会害怕说他说的不好。那我说你姐姐也是留学外国几年了、啊，回来这么能撒谎，不是？喂，这么能掰。我们认识他两个女朋友好像是都小个，很小个个子，然后都很有礼貌，对，都很乖啊，就是很韩团特质。对，还是你现在会有改变吗？口味好像还是差不多。口味。各位沃格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胡家的大哥胡瓜，我是胡家的二妹小珍，我是胡家的小弟胡山安。今天很高兴能参加沃格的快问快答，是默契问答，默契问答也就是要快问快答，那就是快问快答的默契问答。对，我们什么都好，就是默契最不好。谁私底下的脾气最好？先给答案。他怎么会敢生气？他怎么敢发脾气？对啊，我不敢。我从来没看到他发脾气。你如果说我们俩谁脾气比较糟，就很难选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这样问的。哦，真的吗？我啦，我比较差，但他会急啊，他会说找不到东西会很急。那是没耐性啊。对。谁的个性比较像爸爸？瓜哥可以指出你的内心的答案。你说我要比他们两个嘛，对不对？不然你还要比？不是我比，还有人、啊。等一下，因为我刚刚听到题目说，那我比自己吗？一二三。这没有悬念呐、啊，心地善良，豪爽，热心助人。不，这段不是在称赞自己，没有，我在称赞你，就安排事情得宜啊，啊，越来越成熟啊，所以他比较像爸爸。我觉得个性很像，对，真的非常像。那你眼睛请闭起来，为什么？眼睛请闭好。你觉得你个性像妈妈还像爸爸？妈妈举左边，爸爸举右边来，请举。OK， 比较像妈妈，对，看到那我为什么要闭？对啊，他为什么没对你干嘛？小珍跟安安掉进海里，瓜哥会救谁？你要救自己吧。对啊，我救自己啊。你们两个第一个会游泳，我可能下去，你们会救我。但我觉得我投他啦，因为我比较会安排自己的逃生路线。他这么会游泳？哎、欸，我以前游泳队的，好不好？我就救自己吧，也快一点。我们会放一首瓜哥的经典名曲。没大没小，你听过吗？有啊，啊，真的吗？很红啊。哦，没大没小的，没大没小，没大没小，没大没小，我是第二天。没大没小，把悲伤放掉。你是整首歌一直这样。我的口头禅是什么？哦，这太简单了。哎嘿，这大家对你印象最深刻的。下面一位，下面一位，这个词是大家都熟悉的嘛？瓜哥私底下在家也会说的。没有没有，是谁会在家里用到这一句？我上厕所完了，下面一位。我最像爸爸的地方是，好了，我写太久，我写好多。OK， 来，可以公布了吗？你写什么？我就个性啊，急性子、啊。我写机智反应身高。身高，身高。你写什么？他写个性啊，因为他跟我的时尚舞，他就会知道我很直。就是我们喜欢高效率的方式做事。如果做事没有效率或者笨的，你会很受不了。对对对对对。以前脾气更不好，但现在会收敛一点，就是把他叫过来，你为什么那么笨？太没礼貌了。所以工作一定是讲究效率。有这点你们两个很像。对对。想要问到，你觉得外在地方特别像爸爸？你是不是很想得罪人？就我们俩比较像啊，他很像。我有一天在哪一个餐厅，专门就是在收集，比如说以前歌舞餐厅秀、餐厅秀的那种海报。那一说他超瘦，跟安安超像。其实我年轻跟他一模。对对对，爸爸瘦的时候，我就是跟他。哎，也对啦，这样脸瘦总能对。你将来就是看到你会长得像我，还是这么帅。我的第一张专辑名称，我安安应该不知道。大雨大雨之下，但他是个容易上瘾的人的那一张吗？没有，大雨大雨。对对，我是一个很容易上瘾的人，好像是另外一个专辑。那是第二张。第一张专辑就为首就是大雨大雨一直下。这最近已经很多人联署，希望我能重新把这首歌翻唱。有这么多人在联署？他说因为缺雨啊。那我很久没唱这歌，你都一千多天没下。我们相信啊，但有到联署。大雨大雨一直下，哎。男性身上的哪种性格让我最欣赏？三，我是写幽默风趣的，大方，大方一定要够大方，不然养不起。
哎、欸、哎，爸爸跟弟弟身上什么特质是你觉得很棒的特质？爸爸就是大哥的样子啊，他就是很照顾身边人。那安安他就是暖男，其实他就是会看到很多细节方面的东西。嗯，所以他们两个是蛮不一样的。中人应该是善良吧？小时候带他去偷放鞭炮，他都躲在车子里不敢出来，因为他说爸爸这是违法的。我最喜欢爸爸的哪个综艺节目？就看你聪不聪明啊。什么叫好吧？一二三。最强综艺秀，你呢？最强综艺，但其实很多我都很喜欢。最喜欢的，最喜欢的还是最强综艺秀。在明视每个礼拜六晚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讲什么？你们不是都会一起去录影？但我一笑你就知道写这个。当然啦、啊。姐姐厉不厉害？好厉害。这超厉害啊！这是主持人的反应啊！他从来我没有跟他讨论过，他也从来没看过这节目。啊，从来没看过。有啦。有吗？有啦。其实每个节目都要有 slogan， 最早的那种百战百胜。下面一位。你们最强综艺秀有吗？有，欢迎收看最强综艺秀 ，Show me the money。怎么好像跟他无关啊 ？Show me the money， 我讲 Show me the money。我最想拥有的一项超能力，一二三。哎，精准的预测每一场球赛的结局，预知哪一队赢。我原本想写那个哎，瞬移啊，我要移去哪里啊？我还要移去哪里？你要把我移到哪里去啊？你说我要移动到银行里去比较快一点的，直接领钱。我做过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啊，这题 pass。一二三，子王。入围金钟奖啊，最佳新人、啊，对耶！哎，我都忘记这件事了。啊，对对啊，你说跟家人一起主持啊，尤其是姐姐啊。哦，有很多女朋友。喂，哦对了，那应该是那件事了。啊，对，有你，我们还一起在对不对？走红毯，真是健忘的。你会不会担心爸爸失智啊？现在开始慢慢担心。小时候你们做过什么事让我最崩溃？一二三，哪种？啊，手指断掉，对。对，小珍是我教她数学会崩溃。哦，对，是我崩溃吧？我说你写什么？我说是我说要留学，结果回到家还发现我在客厅啊。他每次那个学校写周记要爸爸签名嘛，那个小珍，他出来看到我就开始哭了。啊！我说你成绩不好怎么办？那我来教你数学好了。而且那一次是我是上心算课的功课，然后我已经写到第九题了，然后他回来就说这都不对啊，擦擦擦，全部擦掉哦，全部擦掉之后隔天十题没有一题对。所以我说我以后不要叫我教你什么，越教越糟糕了。数学的部分。对，你讲到留学那个事。他不是去瑞士念书吗？因为他每年暑假都会回来嘛。啊，这个暑假完了，当然就是七月待到九月、十月就要回去的嘛，很正常啊。那年待到十一月，他还待着。我说奇怪，你暑假怎么放那么长？他说我已经不念书，已经回来。小米，你不念书都不跟爸爸讲，难怪这次行李怎么那么多？那你现在怎么办？我想到美国去念书，吼，那个礼拜大家都请他吃饭，我吃了一个礼拜，然后依依不舍的就送他去机场了。然后我还给他换了一些美金带在身上。我就去餐厅秀表演了、啊，隔一天晚上回来，怎么他坐在家里？我超崩溃的。哎，你不是出国留学，怎么又回来？他说，因为我被海关查了，我那个美金啊，带太多。所以在这里告诉大家，一定要诚实申报哦。那他是很还小的时候，因为姐姐的化妆箱里面有个玻璃柜很重，他会在窗口看爸爸回来没。等到我上去的时候，他手指已经断了流血，这断这一根对不对？大拇指、啊，大拇指啊，好大。大拇指一定大拇指啊，因为那玻璃柜这样下来，刚好一个坎在里面，他就切进去，把手指切断。据妈妈说，你当时是用下来的时候，你没有哭，你还很冷静的说：“妈妈，你可以进来一下吗？”都是血，都要进去吓死，吓死。所以去医院就缝好了。有趣的是他出院那一天吧？啊，对他都没哭，对他都没有哭，护士人员都很喜欢他，然后他那时候也是就是很可爱啊，我妈还帮他抓头发什么的。然后出来的时候是两排列队欢迎他，就说啊拜拜。他就走出来的时候就砰一个摔跤，砰该就跌倒，他就开始哭了、哦。因为形象太难看，真的、哦。对你一哭，你起来就说妈妈，我头发不乱掉。是哦，是是，你是因为这样哭的。我从家人身上学到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什么呢？这题应该很简单哦。但是我要写长一点，这么丰功伟业的事情，好好标榜一下。这个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真的不知道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而且你还会跟着我们去拍照，只是你没印象而已。
啊，就跟你金钟入围我们没印象。对，是我们不对，我们忽略他。来，一二三，从小跟着爸一起做公益，对，就是帮助别人的快乐。你都有去拍小朋友的一个公益广告，你都忘了？忘记。为善不欲人知更有意义。那当然了。你那一张，等一下留回家写个散文出来。抄30遍啊。徐乃麟、曾国，徐乃麟、曾国城、吴宗宪三位前辈中，我最想和谁一起主持？来，请公布。乃哥。对啊，请问这位是谁？徐国宪。徐国宪是谁？徐国宪就是徐。国宪不是？你这跟大家拆解那时候不，然后出这样是不是一样的？哦不，这不用问了、啊，他跟徐熙阳那么熟。对啊，所以一定是想跟乃哥啊。但我觉得三个都可以学习啊，都还没有合作过。百家所长，所有的这个最优点的地方，你都可以学一学。徐国宪先生，我们再找你哦。其实父女之间，眉毛一挑动，大概就知道要干什么。那安安呢，是因为在国外念书，现在回来，因为参加这种公共场合之后。我常常在记者发言当中里面，我慢慢了解他，私下他反而不太敢说什么。好啦，今天很高兴来参加 Vogue 的默契问答，以上就是我们的默契问答，希望能借由默契问答，能更了解我们胡家大哥、二妹跟小弟喽。大哥可以不用支持，要支持二妹跟弟弟喽。要啦，都要一起。多多支持一下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拜拜。